各位网友，各位亲爱的粉丝们，你们好！今天我给大家录了一场2021年全国青年乒乓球锦标赛的又一场直横大战啊。这几天给我一种感觉，就是在这个全国青年乒乓球锦标赛上打直板的很多啊，而且拿直板的经常把横板选手打得一无是处。所以说我觉得，因为我们业余球员呢打直板的选手比较多，今天这个选手我觉得发球，左手的横打，左右的衔接，很值得我们业余球员学习啊。因为今天时间有限，我就不给大家这个分享比赛，也就是说解说比赛了，希望大家自己就感悟一下这个直板的打法啊。打得非常精彩，值得大家看一下。Mm-hmm.